2400抵制500，仍然有82名玩家在赛事当中，平均筹码数为94000。我们刚失去一位熟木玩家 Real Lee， 让在场剩下一位的台湾玩家 Shaq， 场内唯一的台湾玩家频频拿下一些不错的彩池，也刚淘汰了一位玩家，令他的筹码上升至79000。来自中国的 Kelly Flynn 碰上第一轮 A 组赛事的筹码领先者 Anuta Amarnand。Anuta 在转牌时捧着顶对子 Queen 推拳下， Kelly 只轻轻盘算一下筹码，并已迅速跟住了，以梅花89赌上他的筹码。果然不负众望，在合牌上中了同花顺子的梅花7，这一张牌狠狠地把 Anuta 击败。